走过三百年的岁月，一座座百年的古厝，时光的刻痕留在每座古厝的砖墙上。空中的白烟，老旧的屋瓦。卢竹南于一九七零年被划入头份工业区，不得任意改建，保留住原貌。而隔壁工业区的大烟囱不时地吐出阵阵的白烟。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啊、当然会出外工作，就是因为环境的污染。那到后面再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不得不的理由，就是老人家老，哎，一定要回来。但是再回来的时候，还是碰到之前一样的问题，就是工业区的污染，然后三三楼院的老旧、霉味等等的问题。那。 透过管道有搜寻到所谓的环保酵素，它可以改善污染城市，就想尽办法去了解它。因为环保酵素的制作需要三个月，那前边也不吝啬，愿意分享成品让我们用。不错的体验就是说，在清洁方面，啊，尤其在蚊虫咬伤，哎，那洗头发、洗澡，哎，真的是惊吓破表。因为家人不够健康，一直在找。 比较天然的东西，啊，真的，环保酵素它可以到位。所以刚入门的时候，那个环保酵素它在试用，那种感觉是超震撼的。所以我要求我太太，她身上都会带一瓶小小瓶的酵素，好、哦、以以防万一。啊。那因为我太太她工作性质是属于清洁方面的。 就是在一次工作不小心，哦，被化学药品灼伤。他就是工业用的双氧水，啊，用于漂白之用。那被灼伤的时候，他死两只手，他是死白的，然后本身很刺痒。那时候他讲，糟糕了，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他想到我给他的那瓶酵素，身上那瓶酵素，他就把它滴在手上，他整个手掌弄湿啊。 把两两只手这样合起来，哎，忽然之间那种刺痛感，它一直降，一直降。那到后来，哎，他发觉那个刺痛感不见的时候，他把两个手掌翻开，竟然那个皮肤的死白不见了，它恢复原来的颜色。那后来啊，我太太本身对于环保孝顺它的推广啊，她竟然比我还积极。啊，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后来酵素就一直做。然后我有看到影片，看到影片，吴医师讲说，那个酵素坐着放在那边就可以净化空气，什么负离子，我真的想不通啊，啊，我也好奇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印证，所以我就做了很多。但是做了很多以后，太太有意见了、啊，家里像回收厂一样，啊、哦，像回收厂一样，那我们就想办法去改。那初期。 我想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它搬到，哎，空闲的空间了。啊，空闲空间就是废弃的空空屋子里面。我有一个车库，几乎都是堆放杂物。那我就把所有做了大概好几百公升的那个环保酵素堆放在车库。那有一天我在进去拿杂物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发现，本来这个空间因为离工厂很近啊，它有那个工厂的味道，会有霉味。 啊，菜海就是一个特色，蚊子特别大只。那那一天进去的时候很震撼，哎、欸，平常你进来那个蚊子在骚扰的那种状况竟然不见了。那第二点，欸、没有霉味了，它也没有工厂味。哇，那一天以后啊，真的是抓狂了，所以就是想办法做酵素，第一个动作就是睡觉的地方，把它放到卧室里面。所以我们家卧室底下一桶一桶的那个果糖桶啊。 几乎是塞满了啊！后来，后来更惊艳的是，因为我本身是老烟枪，超过四十年了。那我太太说：“哎、欸，那天隔天早上起来跟我说，哎，亲爱的，你的烟味不见了。”哦吼，竟然可以到到这种效果！自从有有一个这个惊奇的经验以后，我甚至更积极的，因为我们现在时下的话题就是 PM 二点五。 那在住家来讲，PM 二点五大概是香嘛，它是一个代表作。那我就想办法去做实验。那在我们家的大厅，以前来讲，我还没有做酵素之前，因为兄弟多啊，一人三支香哦，十几个兄弟大概就是那个整个插满了。那插满了有一个特色，就是人都到外面去坐，绝对不会是坐在厅堂里面。 那自从有了孝素以后，我发觉，哎，好像有一份爱哦。我们兄弟啊，是两边坐，两边排排坐，啊，是在交谈，好像那个香，它它不会影响那个空气，让人家不舒服。哎，但后面更惊奇的是，我这兄弟本来是他们点完香以后。 大概生理收一收啊，就回台北了，就是各自市农工商了啊。现在可以坐在那边，吃完饭才走。所以他们走了以后，我更积极就是自己来做实验，因为本来你点香，这个整个空间啊，它会弥漫烟雾，会让人家呼吸非常不舒服，甚至掉眼泪。<师>那有过过敏的人，自然不在话下。我发觉、欸，真的没有影响、欸、<来>不管你点。 点点十五支、三十支，它完全是没有影响的，好像那个烟雾哦，它都,它都在上面啦、啊。那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请他们来看的时候，哦，发觉人越来越多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三合燕的盆栽，它照顾哦，在以前没有酵素之前，它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它活下来，也不会漂亮。那我发觉有了环保酵素以后，那、啊、就造物师讲的，一比一千。 浇水的时候就给它，只是这样而已。刚开始不会很惊艳，可是半年、一年后，发觉这个植栽越来越漂亮。它、啊、在看土壤哦，它几乎都是颗粒状的，它土壤是哎非常非常的哎优越。就是我们从。 呃，古措这边走到陈大哥家里，每次一到那边，游客就会说：哇，怎么这么漂亮？因为他种了非常多的花花草草，那花都比外面的还要更鲜艳，然后叶子都没有黄色，都是绿绿的。然后陈大哥都会说：对啊，我们的花草都是喝酵素长大的。对，那进去之后，虽然呃，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的。 有一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呃工业的味道，可是进到陈大哥那个院子的时候，你就只闻得到就是花草的香味，就比较没有化工的味道这样子。去了导览多了之后，我看着陈大哥这边的效果，我自己也想试试看，所以就问了他，呃怎么样做酵素，就按照一比三比十的比例。其实我自己家里面也做了蛮多桶的，那因为我会。 家庭主妇，然后下班还要煮菜，然后有时候会烫到那个手臂啊，或是哪里，然后我都很快速的涂抹酵素，或是有时候用刀子割破也会快速的涂抹酵素。那烫伤的时候涂抹酵素，嗯，烫伤会有一种灼热感，然后马上就会消失不见，非常的有效。 然后割伤的话，然后就会流血嘛，然后流血我就赶快把它抹抹酵素，然后它就会迅速的伤口就愈合，这是我自己非常有感的地方。另外的话就是我还会用酵素拖地板啊，尤其是厨房，然后那个灶台都会用那个抹布都会涂酵素，然后家里面都没有蟑螂。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妈，你没有发现今年我们家没有蟑螂？”我婆婆就来一句说。 啊，你就用酵素拖地啊？我说你也知道酵素对蟑螂很有效啊。其实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后来慢慢发现的这样子。嗯，这里完全跟外面那种看起来的那种树干干的啦，要死不活的啦，哈。那、啊、或者是说，就是没有生气的感觉，就是很好像好像有点死气沉沉的味道。后来我们进来这里，哇塞！ 真的是生意一样，利益一样难。那个花该红的都红，该绿的都绿，该有花的就有花。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可是这里怎么突然间空气变好像很清新哦，没有外面那个那个那个好像必须要戴着口罩走路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那这里整个来讲，就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是符合我朋友告诉我的秘境呐、啊。 所以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好、哦，陈坤德老师他一直在推广，而、啊、我们该死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开始一直跟他配合，做了很多桶的酵素，特别就是我们我后面这一棵加冬树，加冬树它这种东西，一般的毛毛虫、一般的虫会最喜欢吃它的叶子。成长的过程，你看都没有被那个毛毛虫吃叶子，而且你在坐个坐在这里的话。 在别的地方，你看到毛毛虫一直一直一直掉，一直掉掉下来，但是我们这边是完全看不到。像我们周边那个蝴蝶兰也是，感受到你就会感受到那个蝴蝶兰在这边的成长的过程。基本上有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带回去这样子种，但是就它就第一年开花，第二年就不会开花，而且它开的花就越来越小。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跟原来当初来的品种一样，每年都在开，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在开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酵素就有这种好处，就有这种成果在这样。所以我相信环保酵素在台湾值得去推广，真的真的可以改善所谓这个环境。如果说环境污染要花大钱，我想我们没有机会。可是今天环保酵素它是乐色做的，那、啊、大家要不要试看看？嗯